我是 Happy Hair 设计师 Penny。 快乐利康企业的使命为带给社会大众健康亮丽的快乐人生。我们身为顾客的发型顾问，当然有责任帮顾客照顾好发质的健康。就算不染不烫的头发，也会因为太阳的照射、吹风机、电棒等热工具，还有洗头时自来水中的氯，都会造成发质上面的受损，会毛躁、卡卡不顺、没光泽感，都是因为发质内部的水分脂质流失。就像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也会随着年龄慢慢流失一样，导致松垮、干燥。快乐利康集团新推出小时光系列高效青春护发疗程，这是一款来自日本缩水型的护发疗程，在疗程中不断的补给专柜保湿的成分酒粕和三盆糖蜜，日本已萃取的珍贵元素，让发丝从内到外补水、强韧度以及光泽感。首先我们要用小时光的 A1 发浴做深层的清洁，把头发上面的造型品、脏污等清洁一次，再使用小时光的前导物淋净，分次大区的方式均匀的喷上。淋净作用于打底渗透，含水解角蛋白、吸盐烯等修复成分，帮助发丝从内到外补以水分，填补空洞，达到更柔顺以及丝绸般的光泽感。一剂含有多种润泽成分，植物性耐米修护，半小碗甘油可以让秀发深层的补水。二剂含有羊毛脂、日本米萃取，加强结合反应，锁水保湿，让成分不轻易流失。在三种剂型完美结合后，我们可以简单的加热5到10分钟，帮助秀发吸收渗透。快速冲水后，我们再依照发质选择 TN 小时光的发膜，紧实毛鳞片。小时光也有相对应的洗发精、发膜，可以提供顾客做后续的居家护理。也因应环保，有贩售大容量的补充包，减少垃圾量。邀请您一起来体验高效青春的魅力。